2023年5月13号礼拜六下午3点多，第25次的龙洞扭转，第25次的酋长岩扭转。是啊，讲你实力坚强嘞，啊，起码兄弟弟在新疆抓了啊，有还在找，有在找，哦，还上来，不是啊，我小时候就是放牛，那个牛牵出去，不管刮风下来，就是一天才回来嘛，就习惯了。就便当带的，就一天啦、啊，习惯了。然后有时候什么偶下来的，中间跑回来，我说没事，还回家睡觉嘞，最好。还有这样子，没这回事啊。这放牛班的好处。那跑二宝、小宝还叫老宝，一个老宝。原来是公鸟都有掉毛了。胸部啊，胸部那个站的时候就看着有缺了几撮。快进去啊！哇！他在追了，追进来了，啊，放弃了。哦，因为他在鸽子从这边进来了，对。啊、哦，最后放弃了，公鸟没出去啊。他跟幼鸟在一起，加减拍一下。点头，点头，再点，来了。来了。啊。对，这是你的，成最小的抢手，好东西啊！公鸟在看。又看，没动作了。黑鸢还在啊，它叫叫叫叫叫。没事。
来来，开始录像。那只黑鸢吧。去打，去打，来来，开始录像。去打去打，哎，没有，好像有，往下啊，下去了啦，还在山谷在飞，就飞进山里面了，啊，他现在在那边又绕一圈了。电脑上面，对啊，他又冲进山里了，要回上来了，对对对，我、哦、那边山头好多只鸟哎，燕，那应该是燕子啊，对啊，他左边山头很多只鸟，那应该是燕子吧，嗯，要回来了，嗯，还在绕。太难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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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上来，嗯，不死心呢，又来了。然后停呢，停呢，它停在山壁上，我两只，两只，
啊，停了。哎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哇，停了。哦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一直在，一直在这吧。哎呦，还在，哎，出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，刚好飞了，冲了。啊，小怕小怕，别小怕啦，无要深啦。我要去找公鸟了，飞了再跟我讲。再看公鸟停在这里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公鸟飞了，公鸟飞了，很远很远，不用管它。对对对，我刚好拍到它飞起来，公鸟还在飞。还在抓啊，哇，不掉。哇，公鸟又停了，哎、欸，我玩公鸟。哎、欸，回来回来，抓到抓到东西回来了，鸽子哦，开始录像。啊，没有出去啊！就丢进去啊！啊，哈哈，对啊，就已经太近了，没有，可以发现太慢了。出来。啊。母鸟在吃草，欸，它在吃草呢，没有啦，来飘羽毛，飘羽毛。
啊，他在吃那只那个啦，对，国捞。你刚才讲的那只嘛，对，啊、嗯。人家一直咬到草啊，有啊，有拔羽毛跟草都有。那、啊、等一下拔一拔又带进去了，应该不会拔，他们不会拔。你看那个草是没有飘羽毛啊。他现在在拔一只红尾伯劳的羽毛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开始录像。进去。哎呦。哎。对。哎，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已经给他，已经抢走了。对。那冲了，冲冲冲，冲冲冲冲，奶屁好亮。哦。哎呀，上面一点。啊。回家了。来。开始录像。进去，哎呦，哎，进错洞了哈。对对对，小宝要过去吧。啊，要过去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很不会拔毛。对，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来冲了，冲冲冲，冲冲冲冲！奶屁好亮，哦，哈哈上面一点，啊，回家了。哎、欸，要飞出来了。后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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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边，母的，开始录像。停。嗯。啊，走进去，走进去了。来来来来来，翅膀翅膀往下走了。哎、欸，公鸟飞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在拔毛啦，母鸟在拔毛了，公鸟嘞，
哎，公鸟飞了，飞飞飞飞，刚好。然后这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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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方向我追不到，出去我就追不到。哎呀，来了，开始录像。公鸟没出来，没出来。黑的，对，黑的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点头了，回来出来了。嗯，啊，你在底下。嗯，对。嗯，还没。来来来，擦嘴擦嘴了。哎，哇！那边。对啊，上来上来整路回来都有，我有说，我有说到快200了，这边的时候说到快200。嗯，拜拜，明天见。超蟹两只。飞，这位置太狠太狠了，往下。停。
脚。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拍你了，不拍你了，啊，不拍你了，哦，两只眼闭起来，睡觉睡觉，大宝睡觉了，这只不晓哪一只宝了，在右边的应该是二宝之类的，小宝在左边里面，应该还没跳过去，还没跳到右边之类的。家了，现在母鸟在这里，然后二宝站在右巢穴右边，小宝在巢穴左边，然后大宝在这里，在这边躺坐，已经躺平了，坐下来了。公鸟飞到山壁后面，我收工回家了，5:20了。因为其实大概5点应该可以跟那个蔡先生一起走，只是好像还太早。太早回家了，不太习惯，因为已经都喂完了嘛，其实已经没什么画面了，真的不如早点回家休息，明天再早点。今天比较意外是公鸟停在这边，停在这边山壁上、哦、第一次停着休息，第二次的时候看到它的时候，它飞到停到一个山壁的洞口洞里面，然后旁边都杂草，然后没多久想要再去找他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从远方带一只鸽子回来了。今天下午场也蛮精彩的，蛮精彩，然后最后几个画面都有照剧本走，呵呵，对，就看久就习惯，就晓得是什么剧本了。再叫，拜拜。嗯，好，收工回家。